们这里的时候，你们都非常热闹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加油 ，OK？ 1, 2, 3 很感谢国超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个 Night Market 夜市的电影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玩，我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去夜市玩这些游戏，那些娃娃，对，所以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会很好玩。通常如果是吃比较健康，我很喜欢台湾水果，水果非常好吃。然后如果我不吃很健康，很喜欢猪血糕，猪血糕，对，今天也有哦，是要来玩套圈圈的，真是。以前我可能以为粉丝是这样子，可是看到你们一直支持我，我觉得真的这里的粉丝都有很会支持我，所以真的是谢谢，希望每年都可以办这些活动，因为我真的就是非常感谢。